生活这么苦，吃点糖吧。我就觉得这陆锦这几天怪怪的，吵架了吧？啊，但看这架势，和好了，这就开始发糖了呀？这剧情怎么就这么复杂了呢？你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又跟琪琪吵架了呗？烦！你说他们女孩子都怎么想的？为什么莫名其妙就不理人了？是啊，怎么想的呀？你说，明明在路上走得好好的，琪琪她非说风太大，烫冷。可是我一看，哪有风啊？她就不高兴了。还有前几天，她一见面就问我，她哪儿不一样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就问了句，是不是胖了？他就把我拉黑了，到现在都没理我。你也不容易，是吧？还是你懂我，果然还是男人有功名。不不不，我们可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算了，到底说也说不清楚。你说的对，咱俩不一样。我有女朋友，而你却是单身狗，我能一样吗？嘿嘿嘿。哎，哟。哎，你怎么走啊？怎么回事啊？说你单身你还不乐意了？回来回来，我跟你分享分享经验。刚和好又吵架了。看陆锦这架势，应该是气得不轻。坎坷，情路坎坷呀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